我听到爆音了，卡琳娜呀！啊，我知影足疼的，啊，不过你爱卡琳娜的，安尼干脆我才袂去感觉疼。 你敢吃？你哪会敢那买一回？啊，我拄则伫外口食过啊，袂要紧啊，紧吃。来，你为着要省钱，根本就无食着无。 我半路拍算要减肥啊，一顿袂少袂要紧啊，来，紧吃。我即马遮尔凄惨落魄，正骨影片早班的修复，到时阵汪依林绝对袂放阮线，伊一定会甲正骨交予警方。 安尼，我就剩死路一条啊！即摆我唯一会当依靠的，就只有许世伟啊。虽然我无佮意伊，啊，不过为着我的人生，我的未来，我一定爱予伊彻底对我死心塌地，安尼，我才有可能有活路。 我真正不要紧啦，你免烦恼我，啊，等到是你的手受伤，爱赶紧将物件扛出来，爱赶紧好，来。是喂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大项代志拢是替我设想，我煞对你这么歹，我真正感觉，我真正感觉足后悔，嘛真见笑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啊，咱两个人自细汉。 斗阵大汉的，啊，才会代志拢是我欢喜甘愿做的。就算我要付出性命，我嘛甘愿。我绝对哦会保护你平安无代志。你莫阁讲这话好无？我即马就敢若剩你啊！若是你阁离开我，我就真正啥物拢无啊！我真正足惊，足惊连你。 莫甲我等的唔管，你放心，伫你平安返去厝之前，我拢会伫你的身躯边保护你。就算讲天崩了，我嘛会替你挡。我保证，你一定会平安度过一关的。是喂。 多谢你，我今麦总算知影你对我来讲有偌尔重要。我真正袂用的无你。不知你，我今麦干那希望，咱会用的把握会当做伙的时间，就算咱两个无明仔载。 不过想着咱也阁有对方啊，安尼我就无遗憾啊。孟子。
我知道你是挑工暗访我的，多谢你。我现在心情真复杂真乱，不过煞有真多感动的情绪，所以无论如何，请你明仔一定要把我记住。我一句话想要当面跟你讲清楚，请你别去抓我，好不好？家风。不知道靖宇敢会答应，伊敢会阁给阮一次机会？吴家峰，你哪会这样讲啊？凭咱即卖情形，还阁我过去遐尼袂记情的代志，咱阁约靖宇是阁要创啥？靖宇，你要答应吴家峰去见伊啦，你也会知影。你的心内够意，罗家峰还是真爱你的。我再讲，恁跟我爸爸呢，反正恁有机会，咱重新开始啊。你今晚若是白讲哦，我是惊你心内会有遗憾。啊，也唔过，我的过去遐尼复杂。我是还无资格跟问什么呀？也唔过，你应该给你的爸爸一个机会，给恁一家三口走向未来机会。好。我有一句话想要私底下跟你讲，咱敢会当伫遐咧讲？你约我来是有什么代志先？你好不？很难临时临要问我这款问题啊！啊，若无什么重要代志，我做无用的，要先走。我要多谢你，咱多谢你搞暗号。我就等同心拆起来，不得靠我今晚当地有领地的。是啊，昨昏开始是我跟你斗相共的啦。虽然我唔知影为虾米你要偷走去陈忠祥的办公室内底，但我是想讲，只要是有要甲伊演好倒的。那恁不管什么人用什么方式，我拢乐见其成，一定会出手斗相共的。你为着我，替我冤屈谈忠诚，听我讲一寡话，甲刺激，把伊甲你的心事拢讲出来，都亲像为你心肝头，摕一支刀甲你堵落，一定真艰苦。你拢有听到？
只要跟你有关系的代志，就算讲是一个字，我嘛拢是袂知影。是啦，非得我跟母舅的代志，你嘛拢知影。今麦佫加一条，我认贼做老爸，笑话也无算啥嘛。啊，你也想要笑啊？尽量笑啊！谁叫我之前要陷害你？今麦我落座啊，你要笑我，我做合理的，我接受。我哪有可能笑你啦？那也无可能。我是给你陷害你，把你的人生搞到乱七八糟呢。所以今麦这就是我的报应。我应该死好啊！谁叫我要替迄个害死我妈的冤仇人做歹代志，让我家己拢无机会对我妈忏悔。就算讲以后我有机会知我妈是虾米人又安怎，我嘛无迄个面去的梦境改归改白啊！你莫安尼讲啊！你拄安尼讲，我心内都唔甘。我不需要你同情我。我不是在同情你，我顶多是为你做不甘的。我的理性一直跟我提起，只要我离开你，就会当为痛苦里面解脱，得到家己的幸福。也唔够。唔免，免也唔够啊！慧珍哦，你今麦莫搁底下想遐有诶无诶啦。赶紧放弃我，将我对你造成的伤害当作是假事，以后别再爱你无应该的人啊！你敢真正对我一点仔感情拢无？对，完全拢无感情啦。对我来讲，感情拢是假的，尤其今麦我知我家己是一个天大笑话了，我搁较无需要感情，我对你嘛无任何感觉，你听我无路吃无？卡斯公真正成就你所讲的绝情，那你想拢无跟咱囡仔提啊？你卖误会哦，我唔是无意该提着，我是无时间处理。金玉，多谢你无安尼做，不管你是袂记得。无时间，也是改变主意。我真多谢你无把囡仔提掉。等我把代志处理好了，我去找你干咩用？希望你等我一个机会，跟我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你免即马回答我。我等你，我只是想要你知影，我罗家峰比任何人更加想要保护你、照顾你，为了为你站在面头前遮风飘雨，只要你点头，我给你保证。特别过任何人伤害你。